人常说，外面的风景再好，最后还是想落叶归根。这么多年了，曾经一起尽情疯狂的好兄弟，你们都还好吗？未来就好啊，未来就好。在外想家已是常态，仿佛这一转身就回到了心里最温暖的地方。重庆，我回来了。好舒服，要不？以前我们的儿子呀，你每天都能回来，我们好高兴哦。每次回家，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那群老朋友。重庆，我回来了。老师，哦，是李总。我回来了，回到最初的梦想，找寻心中的故乡。原来这里的每一个音符都早已根植在我的血液。
向我召唤。当时是否你曾听过这一首老歌，是否你也和我一样感到同样的心情，是否你也曾经满怀着疲惫，我望着天，那是故乡的云。 And all 就让我牵着你带你回家，家在等候，就算寒夜汹涌扑面来，当你需要一双手来牵，每当你跌倒落在地，家在呼唤，就让这阳光拥抱我，让我紧紧拉着你的手，抬头我望向远方，家在呼唤，家在呼唤，家在呼唤。我记忆中家乡的味道就是一碗川北凉粉。你还记得教场口德源的酸梅汤吗？还记得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经过的十八梯？记得每一次回到重庆，第一件事儿就是来一碗又麻又辣的小面，将他们的故事带回故乡。从今天起，逐梦他乡，重庆人。有个地方我们永不会孤单，当每一次感到彷徨，你都在我的身旁。当你需要的时候，请相信我都在等候着你。好的，从梦他乡重庆人物出来，进入了我们乐团的非常熟悉的歌手黄绮珊。一路在外打拼的经历，激发了重庆市民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子民们对重庆谢家的评价就是变成了上市报道，全国所有省份和世界四大洲累计采访刊登522篇逐梦他乡的评价。今天要把目光聚焦参与逐梦报道，从全世界又带回精彩故事。960万平方公里到地球的南北两端，远在远方的逐梦。是啊，
总有一种味道让我们心心念念，总有一种声音让我们倍感亲切，总有一种光亮，不论我们走到千山万水，都总是能够寻找到回家的方向。今天522位逐梦远方的重庆人回来了。今天在这样一个欢乐重逢的日子，今天在这样一个梦开始的地方，让咱们对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咱说上一声欢迎回家。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逐梦他乡重庆人回乡大联欢的晚会现场。逐梦他乡重庆人历时3年多，今天我们这些远在他乡的游子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在这里欢聚一堂。虽然说仍然有一些朋友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法回到家乡，来到咱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欢聚在这个地方，不过没关系，因为今天晚上的晚会呢，我们将会全程的在华龙网互动平台和重庆客户端进行图文直播，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逐梦人不论您现在正在做着什么，在什么地方，您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参与到我们的晚会现场，跟我们一块儿狂欢起来。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今天能够欢天喜地的在这里相聚，真要谢谢逐梦他乡重庆人全媒体大型人物故事寻访活动，也要谢谢融创中国持续3年的全程公益支持。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重温这段历时3年的逐梦之旅。逐梦他乡重庆人，我们为梦想远行，一段探索自我的内心寻访。2015年2月，逐梦他乡重庆人全媒体大型人物故事寻访活动启动，共派出73批次、438人次的全媒体记者，远涉重洋，全球寻访，足迹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19个国家，总行程达到33万公里。一群扎根他乡的追梦者，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重庆。我来自重庆渝中区，重庆宗县宜阳北碚万盛黄龙门下平坝南庆五里店。我就住在28号。逐梦，逐梦，逐梦，逐梦他乡重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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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逐梦人物中，既有功成名就的院士，蜚声海内外的名人，也有普普通通的采棉工，再创业的下岗工人，远赴非洲的建筑工人，在每一段传奇人生的背后，都是他们浓得化不开的故土亲情。我是和长江的水长大的，我是重庆人，因为我生来重庆嘛，我就是讲重庆话。花有个别的盆，还有那边的土，全是从重庆然后空运货运。火锅底料，火锅底料，豆瓣酱，还有这个姜丁的花椒，一闻那个重庆味道，巴适。逐梦节目通过一个个可感可知、有温度、有情意的人物故事，描绘出一幅壮阔的人物群像。他们负重自强，不甘失败，知恩图报，重情重义，勇于担当。虽然每个逐梦人的经历不同，但他们却用一样的坚韧、拼搏与自强，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书写着重庆人的传奇。一场跨越3年的全媒体之旅，从2015年6月18日起，逐梦故事在重庆电视台、重庆日报、重庆晨报、重庆之声、华龙网等媒体进行了全媒体同步刊播，从电视、报纸、电台到新闻网站、手机报、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媒体形态和受众。同一天，同一个人物，不同的呈现方式，全媒体播报展示出强大的传播效果。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浪网、腾讯网、爱奇艺、
香港文汇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侨报、日本福冈电视台等境内外媒体纷纷报道和转载，相关内容网络点击量突破3.5亿人次，在微博中形成的“逐梦他乡重庆人”话题讨论人数超过300万人次。重庆媒体人踏遍全世界，寻访千万里，只为记录梦想，倾听悲欢。我感觉收获的我们不只是一篇篇的报道，更感受到了逐梦人的家国情怀、创业精神，还有好人品质，还有工匠精神，也给我们今后的工作带来了动力，觉得梦想也越来越近了。逐梦活动得到了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外文局、中国记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高度肯定。2015年，逐梦寻访活动入选全国对外传播年度十大优秀案例。2016年，中宣部在宣传工作专刊配发《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评论，向全国推广逐梦寻访活动经验。凝聚向心力、自豪感，激励我们全市人民更好地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为建设好我们美丽的家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奉献我们的一切。历时3年，横跨5州，全球寻访，全媒报道，中外瞩目，点燃梦想。重庆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啊，充分运用媒体，善于用媒体的一次成功的这种实践，是用这种新闻媒体来宣传重庆人，塑造城市形象，一次很成功的一个范例。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就是我的同事江峰，也是这次全媒体行动的代表记者之一。这次你参与的寻访活动主要是去到了哪些地区？这次我主要呢是去的港澳地区。嗯，我们20多天的时间里面，一共采访了18位逐梦他乡重庆人。嗯，这18位我们的采访对象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哪一位印象最深？要说印象最深，那就是四姐川菜的掌门人陈登群女士了。她叫四姐。对，在当地很有名，非常有名气。嗯，而且他的川菜馆的生意也是非常好。龙勇，哎，如果你要去吃饭的话，用餐的话，提醒你提前半个月预定。哇，这么厉害啊！对，否则没戏。哎呦，很想见识一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姐陈登群。刚才江峰说你在那边打拼，很勤奋，很有成就，也很有人缘，是这样吧？那先给我们说一说你最拿手的一道菜。水煮鱼。回锅肉。干煸四季豆。麻婆豆腐。哎呦，想想都好吃。而且四姐的凉面超级好吃。哇，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是因为香港啊，它应该是吃粤菜为主，咱们川菜这儿有没有市场，会不会受欢迎？很受欢迎，周星驰啦，周慧敏啦，马云啦，马化腾啦，都是我的客人。哇，这些名人都到你那儿去啊？是的，吃个饭啊？是啊。那您 我打断一下，龙勇啊。哎，就在我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呢，四姐那天非常热情地把我们采访组都邀请到她的店里面啊，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了满满一桌的家乡菜。我刚一进了殿堂的时候，刚刚一入座，龙勇你猜四姐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怎么说？他江峰，他你知道你今天坐这个位子中午是谁在坐吗？我说谁呀？啊，马云噻。嚯，你早点都跟他两个见面了噻。哎，我也听说四姐在那边人缘很好。接下来有一段视频，看看你的朋友们怎么来评价你。
么多的川菜馆，为什么别人都要选择四姐川菜呢？首先讲到四姐她的为人豪迈，麻辣妹儿，咁同埋佢份好爽嘅，自信干练，非常乐观，真诚，很热情，很阳光，有抱负的人，非常正能量的人，有情有义啦，好肯帮助人啦。比如说有一次啊，我很久没见他了，我打电话去预约的时候呢，他不在香港啊。结果那天晚上我照常去吃饭呢，结果很意外的了，四姐呢从成都改早了机票啊，特意早一点回来，而且还带了非常新鲜的食品给我们。我觉得他很像我的妈妈一样，把我当成小弟，非常有家的感觉，都把客人当他的兄弟姐妹，把我们当作一个家庭这样。我每次到四姐那个餐馆去的时候呢，他每一次啊都记得我吃的什么菜。CJ is amazing. Her food is awesome, and I wish her all the best. You should open more restaurants in Hong Kong. 加油！真的看得出来啊，四姐的人缘太好了，这就是咱们重庆妹子的性格，火辣、热情、好客、勤奋。但是四姐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你，我想接下来还有一段视频想让你看一看。真的？真的。啥视频？你不知道啊？不晓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我同四姐结婚咗30年，初初嚟到香港都好辛苦。咁佢同我生咗2个细路，我都好开心。喺工作上嘅困难，佢嘅语言上都唔系咁。講你個白話講得咁好，但係佢都好努力去學啦。經過佢嘅困難都捱過啦，同甘共苦，佢為人真係做得到。到現在咧，而家四姐川菜發得咁好咧，都係佢嘅功勞嚟嘅。咁我覺得好開心咯，我都希望繼續同佢一道到老啦。为什么眼睛红润了？还感谢吧。感谢谁？感谢他。为什么？感谢他不支持我开餐厅，结果我开成功了噻。现在你先生的两鬓已经斑白，四姐的脸上已经开始有了皱纹。我在想啊，这个味道，四姐把他带到了香港，这个味道也随同了你一块儿在成长。这就是家的味道，不管这样的味道它离我们的故土有多远，它都像母亲的呵护一样，一直陪伴着我们，陪伴着我们远行的脚步。今天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想把这个家的味道留在这里。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四姐来为我们点亮重庆性格。谢谢，有请。一碗越好吃，男娃儿喝更子家里味道麻辣，巴适得不得了。火热一座城，麻辣重庆人。
这一组照片美不美？你们能够猜到它的拍摄者是谁吗？哇，你们太敏锐了，我本来还想卖个关子给你们几个线索，结果全部一口气就答出来了。对，刚才大家看到的这组照片就出自咱们重庆籍著名导演张一白之手。有请张一白。欢迎回家，一白导演。我听说张一白导演有一个习惯，每次回重庆呢都是坐早班飞机，每次离开重庆呢都坐红眼航班，请问是为什么呢？主要是为了吃，因为我把每次回重庆就是当成一次，人家都是按天算哈，因为我们也比较忙，但是我是按顿算，所以早点来可以中午再吃一顿，晚点走还可以再多吃一顿，因为其实我只喜欢吃重庆菜，别的地方也都是可以尝，但是呢我最喜欢的还是家乡那个口味，所以说只要有机会我都是想方设法都是要挤出时间来重庆，其实主要还是为了来吃那两口回家乡，对对对对对，吃吃家乡的味道。为了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在网上扒下来的几张我们一白导演在重庆吃好吃的照片。对家乡的这一份情结。其实我们刚才看的那几张照片就是我去年在重庆拍那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时候，我们采景啊后期拍摄啊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些工作照。我希望用我们的艺术，用电影这个手段把重庆的变化记录下来，展现出来，让全国人民，让世界都知道重庆是怎么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的。我们要谢谢张一白导演用他的电影来大力的宣传重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导演为我们点亮重庆性格。在我们看开放的大山水如天上坐在水中央，有一种境界叫做活得转，豪爽傲红尘，苍凉重庆人。然后就拖着自己到山城。
很高兴能在家乡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唱这首歌，祝福我的家乡重庆越来越繁荣，祝福父老乡亲阖家幸福。逐梦他乡重庆人回乡大联欢的活动现场，大家呢都挺珍惜这样的难能可贵的相逢的机会，大家啊都带来了他们的礼物。哎，我手上这个是来自台湾的逐梦人带回来的咖啡，我这个也是来自台湾的凤梨酥，凑一块儿正可以下午茶，下午茶，嗯，不错，嗯，想要吗？哎呦，那我们接下来的，我们还是把这个权力交给我们的摄像老师，嗯，他们把这个镜头摇晃起来，停下来之后，谁表现特别积极，咱这个礼物，哎，送给你。三、二、一，停！是您，是您，先生，您第一个有这样的机会，来，您到这儿来好吗？先给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您。我是来自重庆的非常美的一个地方，神域的故乡巫山人。从北京回来参加这个活动特别的激动，因为每一次回重庆都有不同的感动，也有很多重庆的变化带来的惊喜。啊，那有感动有惊喜，我今天还得真给你点惊喜。我来考考你，我们来看看大屏幕，这个标志性建筑您知道是哪里吗？这是我们重庆的文化地标，重庆大剧院。这个地标在哪里？具体在哪里？其实我的妈妈的母亲老家就在这个地方，江北嘴。说对了，江北嘴。那我们一起来再来看看过去老江北城是个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变化很大？没有了这样的一个地标建筑，你是完全没想到过去这一老一新这样的一种变化。此时此刻，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心情要跟大家分享呢？重庆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根和魂，我们衷心的祝福老家，祝福我们的故乡明天会变得更加的美好，父老乡亲们的生活也会更加的幸福。谢谢，谢谢祝福。当然我说了，这个礼物也得送到，答得好，祝福也送得好。谢谢您，胡先生。那接下来我们的摄像老师们再把这镜头摇晃起来。三、二、一，停。Hello， 你好，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钟亚华，我来自重庆市璧山区。那今天就考考你，再一次回到重庆，回到家乡，那看一下还认识这个熟悉的地方吗？这是哪儿？好像真不知道。这个地方啊，变化特别大，特别漂亮。这是白象街呀，有印象吗？来，我们看看老照片。哇，真是变化太大了。
很遗憾，没有能够回答正确，怎么办呢？我能唱两句吗？咱先鼓掌后欣赏啊，来。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过，有个声音在对你呼唤，归来吧。几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别再四处漂泊。谢谢，这么好听的歌，我觉得弥补了刚才的失误。来，这个礼物还是送给你，谢谢。朋友们，刚才啊，我们说到了白象街。那现目前呢，白象街是由融创中国正在进行打造。融创中国呢，已经是连续3年的时间，公益支持了我们的“逐梦他乡同庆人”的系列活动了，用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动的故事来告诉所有人咱们重庆人的中国梦，同时呢，也表达出了咱们重庆这座城市的精气神，还有咱们融创和重庆这座城市同呼吸、共成长的那本心愿。那很高兴的是，今天在晚会的现场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融创中国的执行总裁、执行董事商宇先生来到我们晚会的现场了。商总，欢迎您。啊，很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我们晚会的现场。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融创中国正在对咱们像白象街这样的重庆的文物、重庆的文化进行打造。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都有哪些的手法，从哪些角度在做着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整个融创中国呢，进到重庆已经差不多15年时间了啊。我们一直呢，还是秉承着这种不复制，然后只定制的这种理念啊，然后尊重每一块土地，然后致力于为大家打造这种高端的项目啊。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对我们这么多回到家乡一块团聚的逐梦人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我想祝福这些逐梦人们能够梦想成真吧，也希望他们虽然是身在四海，但是能跟在重庆，能长期回家看看。然后我们这些在重庆的重庆人呢，也会竭尽我们所能的把重庆建设好啊，然后让他们的家人呢在重庆能过上幸福的快乐的生活。说得太好了，谢谢商总。我们要再一次感谢融创中国对于重庆文明的保护和发扬。好了，我们的镜头摇起来，3、2、1，停。来，美女您好，太美了啊，先认识一下您。大家好，我叫罗海燕。罗海燕从哪儿回来？从法国。去法国多长时间了呀？11年。那今天回来是一个人回来吗？没有，跟我的家人。先生，这是我的女儿娜娜。欢迎两位，欢迎来到重庆，欢迎两位。来，我们来看图，猜猜这是哪里？我给你一个提示，海燕很紧张。没事，我给你个提示啊，是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之处。这夜景也很漂亮，看出来没有？去带上家人去这儿玩过没有？看过这样的夜景，然后在很多的重庆的这个夜景的图片里面都会看到这张。你看，还有很漂亮这个流光，这个想起来了。渝中区，渝中半岛不容易，朝天门码头。来，再看看这哎，说到咱重庆的桥，跟你说说啊，咱重庆现在有4500多座桥，您看看这个特别漂亮、很恢宏的这个桥，我给你点提示，渝中区。跨嘉陵江到江北城，那个叫千丝能带。答对，给点鼓励，给点鼓励，待会儿一定会有礼物送出。是离开11年了，能够还是把心系到了我们的家乡的。那么今天答对了题，很给力，然后是不是也送点祝福呢？祝我们的父老乡亲，祝我们的重庆越来越好。谢谢。那这份祝福送到了，那今天家人来了，是不是让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来欢聚一下呢？
我女儿喜欢唱歌，让她给大家来唱一首歌好吗？谢谢，声音特别特别的清晰，但是很对不起，阿姨没听懂。我是觉得今天你穿的跟我一样很大的服装，哎，我们都是中国风，我们就来句重庆话，你试试看好不好？我爱重庆，我爱重庆。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可以把礼物送给您，谢谢。好，我们的第一次的互动活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还有礼物送给您。我是逐梦他乡重庆人孟非。我是逐梦他乡重庆人李。我是庞中华。我是林云迪。杨元草。张思玉。彭一鹏。王鑫。胡建庆。梁琼。邓叶楠。我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我在日本东京。西班牙的巴黎斯堡。香港半山。在伦敦张海孔。这是我画的巫山红叶，以寄托我对家乡的思念，思念家乡的气味，思念家乡的火锅。小时候最喜欢到大田湾体育场去足球，夏天在双湖边游泳，春天呢就到南山的文峰塔和同学们一起唱歌。最想念家乡的蒸包面，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一碗小面。祝福家乡水更清，山更绿，天更蓝，人更美，越发展越好。重庆美食走天下，更加富饶，更加美丽，家乡的人民生活甜蜜，幸福美满，身体健康，万家和睦。